志刚当选。一连两天，诸侯联手北市辅选立委战将，因为士林北投有新党市议员侯汉廷参选到底，泛蓝闹分裂。志刚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 ，IND 诈骗案，谁几花的您知道吗？张思刚，骗人谁几花的您知道吗？张思刚。力挺接臂悍将进国会，同一时间人在新北辅选的对手赖清德抛经济有感复苏抢选票。啊，基本上台湾和香港已经黄金交叉，咱今仔日十年前呐，副贸易协定无冻掉的，咱股市无可能去。股市有法度人去，就是表示讲咱总体经济大家拍拼有成果。赖清德说：“哇、哦，股票涨得好高哦，一万。”先点啊，没赚到钱哦，哎呦，拍水哈，股票一连去，你有赚到钱吗？哦，无嘛，物价失业率是创十年新高，这个民进党完全看不到人民的痛苦。还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，很酸。民进党离人民太远，蓝绿再为两岸路线大打出手。我都无论多一个反对啦，因为唔是要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，啊，无就大声话两岸一家亲，啊，不约而同拢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，因这拢是啥？惊依赖中国的回头路。民进党现在不是还在走一环的路吗？而且对爱华的依赖度也没有减少啊，侯友宜没有走回头路啊，侯友宜就是继续走，让两岸经济大家都能够更好嘛。赖侯双北拼场，两岸台和经济牌隔空交锋。镜新闻综合报道。